哦，哪里是我干的？小兄弟，你开些玩笑哦！我的强项嘛，都是挣钱噻。哇，你摘啥子菜哟？摘生菜。高头摘了一片蓝莓哟，摘。高姐撒起那么多秧秧，我想不摘可惜了。嗯，要那么摘哟，可里头就是了嘛。你摘不来，我来摘。老钱交了。嗯，好啊。我今天看到他们进到发起，今天都解封了，可以出去了。那你妈妈她可以回了？不得行，只是有些小区可以出来了，我们那边走云餐是走不到，他们也不能过来，具体好久还不晓得。哎呀，好久那个了，我都想走云餐了。想去逛会儿啊？啊。等出来在那边穿了干草草干啥子？把它穿出来。哎，穿到好摘菜呀。嗯，我去看嘞。胖胖，嗯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啥子好消息？我朋友他们已经现在在街上逛街了。回去成都啊？不可以，只是他们会出去逛，然后城镇啊、街道那些之间不能流动。那得说个串串。也好噻，也快了噻，而且到时候一解封了过后，叔叔娘娘他们应该也可以过来了，只要不被那个没得啥子特殊情况的话。那奶奶可以回来不嘞？不得行嘞。奶奶都不得行了。嘿，刚刚才跟你讲了啊，只是他们可以出去了。你为什么一直在吐口水？我已经看了几道了哈，以后这个出头我都不想摸了。三哥、哎、婆婆，你们在咋子？耶，胖娃儿，你没跟我讲就来了啊？耶，那我是。当变了是不是？好多年都没看。就是啊。哎呀，我眼睛不好。哎呦。走路了我得把你认了。就是有几年没看到你们了，今天来看一下你们。你在楼下呀？啊，咋关在屋头的啊？那你妈哪去了？还不是在屋头。喊他上来耍嘛？要得啊，看明天嘛，明天喊他们过来耍。要得，哎，你妈老汉都来哈。啊，要得要得，喊他们。我们昨天去钓鱼的时候都还看到他的，啊、他也在钓鱼。哎，小伙子，你耍朋友没有？没有哦。要选哪种？我给你介绍个。哎呀，那哈还没得那想法的，还年轻，哎呀。还没想法的，讲得了，那么帅，孩儿你小时候啊，好造哦。我摘起菜呀、啊，你跑起上来耍几个火气，给我扯了半大半箱。后头我想跟你妈老汉儿讲，我还把你妈老汉儿打喊的，你晓不晓得？晓得，我妈讲了的。哎呀，那会儿小不懂事。就是。哇，那么久的事情你还记得到啊？那么多年了。那我也记不到了。给你翻老账。几个娃儿火气，好耍得很，造得很。我没他那么造，我姑娘还是要乖些，她那种要造些哈。那儿我们那个当时的姑娘少，儿娃子多。叶婆婆，那兄弟在干啥？哦，那是小豆儿，他在穿草草。哦，我说很近，那不能，我过去看一下呀。耶，兄弟，你还多勤快哟，还来穿草草儿，穿嘛穿干净点嘛，像那些兜兜圈的，你还穿啥子乎？主要是有些年生没干了，手有点生了，跟不上规矩了。啊，生疏了，正好你来蹲位嘛，反正把那边草草一下穿完，哎呀，将就就锻炼了。耶，兄弟，那块铲完是有点凶哦，那边还有把锄头的帮到我的路干噻。哦，哪里是我干的，小兄弟，你开些玩笑哦，我的强项嘛都是挣钱噻。哎呀，你个人在这里慢慢干哈，走了。耶，杨哥，那么装个背，你就跑到那边来了。婆婆，我把那些高的把它掐了，到时候它又好长啊。啊，兄弟，那边穿草草啊，穿的细皮，草草根根都没穿到来，那我们再穿啊。我要是我去穿的话，是给你整得巴巴实实的。你去在那边正好那么大一块，到时候穿了还好摘菜。哎呀，也是没有锄头嘛，有锄头我认识早就去了，哪里轮得到他嘛？你还老拿给你噻？不说那些了，哎呀，喊你走，我这就去吃鱼啊。鱼你们都还没吃个呀？没有啊，就是讲喊你要钱，我妈一直喊留着啊。你们弄些吃噻。哎呀，走嘛，走去吃嘛。不下算了，你们吃。我而且我啥东西没买，然后又买不到啥子，等下到再来。嘿，有啥子啊？我来的时候还不是两手空空。不好得嘛，那么久没看到娘娘他们了。没得事的呀、啊，你小的时候还去耍的少了啊。算了，不去不去，下到去啊。啊，走嘛，两人是把那兄弟伙一下喊到走我屋头去吃。他去更没买啥子东西，更不好得，算了。喊、啊、你们去，你们不去，哎呀，我晚上给你们嗲过来。不晓得呀，等叔娘他们在，我们下到又来嘛，随时可以吃的。